庚瑶老师好，其实你可以唱一些这样比较现代一点的台语歌，我觉得还不错哎。就是整体的感觉哈，我觉得，因为以你的年纪，我一直很希望你可以唱一些新一点的，不要把自己设限。好，那像亮哥的歌，那个山亮哥的歌，我觉得他其实是。比较现代的台语歌哈，它然后有一点点抒情，有一点点摇滚的感觉哈，对，所以真的我觉得还不错。只是有个地方我觉得很奇怪，我相信，因为你的台语很好，所以我觉得你怎么会犯这个错？我相信你那个行会闭口。我相信乌云有一天会散。你有闭口，你知道吗？你有没有发现？你是我相信吗？我自己也不太知道，都忘记了。只有第三句的时候，因为你第三句后面是接零星，所以你没有闭口。可是前面两个你都有闭口，我吓一跳。我说你不应该，你不应该会犯这样的错误啊！你台语这么好，对吧？这个地方可能是感觉吧，你自己要注意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庚瑶老师好。好，庚瑶应该也是用直觉来唱的吧？就是说你也是就听到歌，然后你用你自己的感觉来诠释，对，我觉得这种也是算是一个练习啊，就是让你常常你要训练你对音乐的敏感度，好，那有一些也许之前一些学习唱歌的过程，也许不是抱着那个心态，你也许有一些唱歌的过程，你以前可能比较习惯先去学技巧，你先去研究啊这句怎么走转音怎么抖音啊，然后哪边要唱什么样的口气啊，要有一些表情，你会先去。比较理性的去研究这些东西，好，那你现在可能在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学歌的话，就是说假设这首歌它也没有很明显的技巧，或是很明显的一些你要注意的东西，那你要怎么去表演它？你要怎么用你自己的直觉去诠释它？那我觉得今天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，好，
那我也是觉得，哎，奇怪，你台语也好的人，那有规矩也家己怪怪，哦，这可能是还是不够熟练的，哦，那这个我就觉得很有趣的今天的一次的表演。谢谢老师。